Your notes, page 8. Okay, the effect of addition or removal of some data. Okay, 如果我加減一啲 data 嘅話，咁個 mean 或者個 median 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咁當然好多時都會嘅。Okay， 咁啊呢度咧係一個好簡單嘅表啦。其實我就唔記嘅，通常我就逐個 case 先至慢慢去諗嘅。Okay， 咁其實呢個表咧好容易嘅，即係譬如你諗下，如果全班同學仔個 mean 係70。Okay， 如果你加了一個插班生入嚟，而呢個插班生是很厲害的，他考滿分的，咁如果佢加咗落嚟你個班嗰度，咁你個班個 mean 會點啊？咁你個班個 mean 咪會升咯，係咪？咁跟住咧，而家嗰個好勁嘅插班生咧，佢又走咗啦。咁如果佢走咗，咁會點啊？咁你哋個 mean 咪會跌咯。OK， 好 make sense 係咪？咁如果你哋班嘅同學仔啊，有一個好弱嘅學生就入咗嚟喎，考零分嘅佢 ，OK， 一個考零分嘅人入咗你哋班，咁你哋嗰、那個成績會點啊？咁你嘅成績咪跌咯，個平均分 ，OK， 咁如果佢走咗，咁會點啊？咁個平均分咪會升翻咯 ，OK， 好 make sense 啊，係咪？其實都唔使刻意去記嘅 ，OK， 咁啊之前都提過啦，啊，如果你哋個 mean 係70，而咁啱有個人咧係考正70分入到嚟，咁會點啊？入咗你嗰班。咁咪就係冇分別咯 ，OK， 啱啱踩面啊嘛佢，咁即係加佢一個其實都冇影響咯 ，OK， 咁啊毛咧就係揀最多人有嗰個 data 嘛 ，OK， 咁即係譬如最多人係30分嘅 ，OK， 咁啊跟住個毛就係30啦，係咪？咁啊如果可能三個人係30分嘅 ，OK， 咁啊可能兩個人係40分嘅，啱啱加多咗個 data 係40嘅話。咁啊，即係同30分嘅人數一樣多啦。咁個毛咧咪會變咯。OK， 30 and 40係咪？咁但係啊，如果佢加嗰個人嚟咧，佢攞42分嘅，咁全班都冇人同佢一樣係同分嘅話，咁咪冇影響到個毛咯。OK， 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樣咧，係逐個 case 去睇，亦都好容易去諗嘅。咁最尾咧就係 medium 啦，咁 medium 都係一樣咧，其實好容易去諗嘅。咁如果你有印象嘅話咧，之前嘅 video 咧，其中有一條 exercise 咧，就係講緊我加一啲 data 係喺左手邊係 smaller number 嘅。咁如果我加啲細啲嘅 data 入嚟會點啊？咁我其實咧都已經示範過俾你睇咧，個 medium 就會向左移嘅。OK， 向左移嘅，即係你加一個 OK， 你加一個細啲嘅 number 嘅話咧，咁個 medium 向左移就應該會跌嘅。咁啊，如是者咧，如果你加喺右手邊，咁又點啊？咁你右手邊多啲 data， 咁我 medium 咪會去右手邊啦。OK， 咁所以咧，呢個表唔使刻意去記嘅，咁common sense 嚟嘅啫。咁你自己咧係可以喺考嘅時候，如果佢真係問你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再即場去睇下究竟佢係increase 啊，定係 decrease， 定係 no change 嘅咁。咁我哋試一試做下面嘅例子啦。Okay, you can see that here you have the stem and leaf diagram. Okay, and then there are total 26 students. Okay, 咁啊呢度第一個 data 係39啦，跟住佢排曬次序噶啦，42、44、45。Okay, 直到最後尾個 data 咧係93嘅。Part A, find the mean and median. Okay, 咁 mean 咧就非常之簡單啦，唔多講啦。咁啊講下 median 點做啦。咁 median 咧就有26個 data 嘅。OK， 26個 data 除2嘅話咧，就即係13啦。13減1嘅話，即係12啦。咁即係話左手邊有12個 data， 右手邊12個 data。咁咧中間咧就有兩粒嘅，應該咁樣加埋咧，先至會有26個 data。OK， 咁所以咧你就估到咧 ，OK 個 median 咧就會係第13加第14除2。OK， 咁我哋咧就可以揾到個 median 出嚟啦。咁我哋咧就要數下第13個 data 喺邊啦。第13個 data 咧就係1、2、3、4、5、6、7、8、9、10、11、12、13。咁第13個 data 咧就係喺呢度嘅。咁第14個 data 咧我亦都圈埋出嚟啦。OK， part B， 咁 part B 咧，我呢度咧就打錯咗，呢度應該係 singular 嘅。OK， 咁我哋睇一條題目啦。咁條題目就係話，如果我揀一個 datum 出嚟咧掉咗佢嘅話 ，OK， 咁啊想問下你，如果個 mean 唔變嘅可能性有幾大咁？咁首先你要問下自己就係個 mean 幾時就唔會變啦？咁個 mean 唔變嘅可能性咧，其實得一個嘅啫，就係啱啱走嘅嗰個人就係踩 mean， 即係佢 exactly 係等於個 mean 嘅。
咁我咧頭先都已經提過噶啦 ，OK， 咁啊，如果全班嘅平均分係70分，咁點樣可以令到個 mean 係不變啊？咁即係話走嘅嗰個人都係70分，咁咪可以唔使變啦 ，OK？ 咁啊，望一望啦，我哋個 mean 咧計到係60嘅，咁我哋就睇下有冇 datum 係60，咁你發現咧係冇嘅，冇人係攞60分嘅。OK， 咁啊，有啲人咧就可能高過個 mean， 有啲人可能低過個 mean， 但係就冇人係踩正個 mean， 咁即係話任何一個人走咧，其實都會影響住個結果嘅。咁所以咧 ，part B 1咧就係冇可能發生。咁啊，下一題咧就係個 mean 咧要升啦。OK， 咁如果個 mean 要升嘅話咧，咁即係話一啲低過 mean 嘅 data 咧 ，OK， 呢啲低過 mean 嘅 data 如果走咗嘅話咧，個 mean 咪會升咯。咁即係呢一扎 data 咧，是但一個走嘅話咧，個 mean 都會升嘅。OK， 咁啊數一數呢度有幾多個 data 啦？我咧就數到有15個嘅，咁啊26個 data 裡面有15個 ，OK 係走嘅話咧，嗰個 mean 咧就會升啦。Okay, the next questions. Okay, suppose 有兩個 random data 而家要 remove 啦，咁就想問下你咧。Okay, 咁啊揾個 probability that the mean is not affected. Okay, 咁啊同頭先嗰條咧其實好似嘅。咁點樣可以令到個 mean 不變啊？咁個方法咧就係、走嘅嗰兩個人，佢哋呢兩個人嘅 mean 咧係等於 okay 佢哋original mean 嘅。OK， 咁如果走咗嗰兩個學生咧 ，say 係59同埋61嘅 ，OK， 59同61，咁咁啱加埋除二咧係60嘅話，咁佢哋走咗咪冇影響咯 ，OK， 咁其實都好 make sense 嘅。你諗下，如果班裡面 OK 嘅同學仔 ，OK 有一個勁嘅走咗 ，OK 有一個渣嘅走咗，咁可能拉翻雲咧就可能冇事發生咯，你個班 OK， 咁啊個做法咧就係望下有邊兩個 data，OK、okay? 加埋除二之後就會等於60嘅。咁啊，你發現咧個可能性都幾多嘅 ，OK？ 咁我數到嘅咧就係58同62啦，加埋除二係60啦，57同63啦 ，OK？ 54同66啦，53同67啦，45同75，42同78。OK， 咁啊，應該冇數漏嘅。OK， 咁啊，你可以望一望啦。咁啊，睇下 OK 點樣可以得到呢啲數據啦。咁如果抽到56、62嘅可能性係點啊？咁就係1/26啦，即係因為26個 data 裡面只有一個 data 係58嘅啫。OK， 咁當你抽走咗58之後咧，抽62咧，咁就會剩翻25個 data 啦。25個 data， 如果我要抽62呢個數字嘅話咧，咁咧就會係得一個可能性嘅，因為得一個 data 係62。咁啊，唔單止係可以58、62嘅，亦都可以係62、58，即係呢兩個可以調轉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嘅 probability 咧就會係1/62乘以1/25，但係亦都有機會係58、62或者62、58，咁即係要再乘二。OK， 咁如是者咧，後面嗰啲咧全部都係咁樣計嘅。呢、這個亦都係咧1/26啦，乘以1/25啦，乘二啦。OK， 咁咧呢一個又係啦，呢一個又係啦，呢一個又係啦，呢一個又係嘅。OK， 咁即係話咧，要將呢一個數字咧就再乘六，因為有六個。咁啊，個答案咧就計到係306/325嘅。OK， part D 最後一題啦。咁佢咧就話啦，如果加四個學生嚟呢一班，咁就想問下你咧個 medium，OK 個 medium。最大同最小的可能性會是多少 ？OK， 咁如果我想佢最小的話咧，咁我就加四個學生都是在呢邊啦。OK， 都是很輕的 OK， 咁我哋就可以將個 median 咧就拉向上邊啦。咁但係如果我係想個 median 咧係大啲嘅話咧，咁我就加四個學生咧就係加喺後邊啦。咁我哋咧就試一試計咯喎 ，OK， 咁啊30個學生除二啦，就即係15，咁即係話咧前邊咧係有14個學生，後面咧係有14個學生，咁啊加埋咧得28個啫。咁如果我想要30個學生嘅話，咁即係代表中間咧仲有兩個嘅，咁即係代表咧個 median 咧就應該係15加16除二。OK， 咁如果我係後面加四粒嘅 ，OK， 後面加四粒，一、二、三、四。
咁咧，然之後咧，我就去睇佢個 median 啦，咁就數下第15個 data 喺邊度啦，咁就1、2、3、4、5、6、7、8、9、10、11、12、13、14、15 ，OK， 第15個 data 喺呢度，圈低佢先。咁然之後咧，第16個 data 係喺呢度嘅，咁所以咧，我就可以計到佢個 greatest。咁我哋咧又試下咧，如果我想咧係計佢個lowers， 咁又點做呢？咁又係加4個 data， 不過今次加個4個 data 咧就係喺前邊嘅。咁如果我加前邊4個 data 嘅話咧，咁啊又係一樣數啦。咁就呢度已經4個、5個啦。咁啊6、7、8、9、10、11、12、13、14、15。OK， 咁啊第15個 data 同第16個 data 咧就係喺呢度嘅。咁我亦都咧係揾到咧最細嘅 medium 係幾多啦。咁呢一條咧，大致就嚟到呢一度。